再关心台北市群聚感染连环爆，在士林长照机构后，台北表演艺术中心的工地竟然经传有40人确诊。夸张的是，五月份就有人染疫了，但是事发一个月后才被踢爆。市议员痛批北市府根本就是在盖牌。经爆出群聚感染后，士林夜市旁的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只剩下零星的工人冒雨施工。五月中，一名清洁人员传出确诊，但议员指控每天这里有200多人在施工，当时其他工地人员根本没被及时框列，去安排所有400名的工人去做快筛加 PCR 检测的时候，台北市民一无所知呢？市政府这不是在盖牌？什么才叫做盖牌？北艺第一位染疫的外包清洁人员在5月20号确诊，随后5月28号到6月14号，工地就全面暂停施工。快筛428名工程人员，竟然验出有40人确诊。但惊恐的是，整起事件台北市民完全被蒙在鼓底。5月28号，整个工地全面停工，全面普筛，然后居家隔离，所以都没有跟外面接触。通报一位清洁工，那么有确诊，马上工地的4个标。全部停工，这428位啊居家隔离啊，经过筛检呢，有40位。PCR 是阳性。指标性的北艺中心原定今年完工，明年正式营运。现在再爆群聚感染停工后，市府3次大消毒，就怕砍不断感染链，挡不住新冠病毒。开设单一的入口来管制 ，PCR 必须要阴性的才能够进入工地，整个工程降载。工人减半。士林长照事件后，北艺中心连环爆出群聚感染消息，压了一个月，市府第一时间不讲清楚，恐怕只是让市民活在恐惧之中。记者张兆鹏、徐国豪台北报道。